去，想吃什么，吃去。我吃什么都能凑合，这钱您拿回去吧。儿子刚刚说的都是气话，您甭往心里去啊。这还没好利落呢，这是啊。你说那天在澡堂子，我也没瞧真着。他说我拿浴巾裹着，怕您瞧见。儿子，话说出来好，孩子，不憋着。我是你爸爸，跟别人我不能说。但你当兵打鬼子这事儿，这在爸爸心里头你是这份的，你是英雄儿子。孩子，甭难受。炳慧这事儿啊，算爸爸对不住你。那怎么办呢？已经这样了，咱这么着啊，好姑娘人家多了，我跟你妈咱慢慢寻，咱不一棵树上吊死啊！孩子，来来来，把你。我跟炳慧的事要是成不了，您就养着我吧，我还就当大爷了。我严宽，你这么着不行啊！我告诉你。你要这样，我真当你死了！给我滚！我滚哪儿去啊？我就在这儿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！他妈白养了你了我！哟，你再犟几回，你再犟几回，我听听。爸，您打！我打！我不敢你打！打！打你他妈的你！当爹的没有当爹的样，你让他怎么当儿子呀？妈，我爸他不要我了。你爸的话你也听啊？你也信？赶紧起来穿衣服，跟我去吃口饭。妈带你到大栅栏听戏去。我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今儿就在床上躺着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人给惯的。严宽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你跟我耍死狗是吧？你听着，小子，你今儿跟我去沁芳居还色罢了，不然我找人把你抬出去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你俩敢跟我这一天了啊？你就惯着吧，你。惯着怎么了？妈，您二老都消消气儿。来吧，宽子，咱先把衣裳穿上。啊。一会儿我伺候你洗漱完了，我就去买早点。知道你爱吃炒肝包子，爱吃卤煮火烧，咱们换着样的吃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宽子就是懂事儿。来，爸。我把贺年托付给秀妈带了，是沁芳居作坊里的活我去干，贵让的事儿我也能抽空管，这账上的事儿也不用您操心，我一分钱的工钱也不要，只要能养活少爷，我干什么都没二话。您就答应我吧，啊。我还说什么好？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
严介呢？睡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太太，春花太太，解放军把童麻子家给包围了。哟，好事儿啊！报应终于来了。翔哥，哎，咱家那根打狗的镐把呢？镐把儿，镐把在呢。拿上它，跟我走。哎，春花妹妹，你听着，你听着，你现在可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，姐姐？这么好的机会。可是你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不能动了胎气。就是啊。爹，姐姐，邪不压正，咱不怕的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，可是你得听我的劝。您要是我的亲姐姐，您就甭劝我，您也劝不住。哎，不是，振声，你干嘛呢？你在这傻愣着，你劝劝他。就是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爹，子清。这事儿搁早已，我肯定拦着不让去。八大胡同什么地方？龙潭虎穴，咱惹得起他们吗？今儿怕什么呀？有解放军撑腰呢，咱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春花这口气一直窝在心里没过去。行，媳妇儿，今儿我站你这头啊，咱出出火，别伤着自个儿。来，跟着太太，打招了，走。哎呦，这不成了老混蛋了吗？各位让一让。哎哎，大家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这么干，您这么干可是犯法的。还我镐把！您啊，别激动，咱有理说理，可不兴动武啊。有什么理说呀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杀了我爸，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凭什么不能跟他动武啊？你掉个个试试，他要是杀了你爸，你还不得拿枪崩死他呀？您的心情啊，我们理解，但是请您相信政府，我们一定让他血债血偿。童麻子，快押他上车！你这个泼妇，你少在这诬陷我！当家的，他就是在咱香膏院里当老妈子的女的，头前儿他就是冲着两口子俩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爸莫非是拿烧鸡的那个老头，那个老东西？他自己不上眼，他早就该死。你管我管他！请您相信政府，快，赶紧带着车，快！不许走！你回来！春花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春花，你忍着点，你现在有身子。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忍着点。姐姐，我好想我爸爸呀，我爸爸死得太冤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昨天晚间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统一行动，封闭了市内所有的大小妓院，共计224家，剥削压迫妇女的劳保已集中关押，人民政府根据他们的罪行将予以严厉的审判。好，妇女生产劳动教养院已正式成立，
被迫害、受侮辱的阶级姐妹将集中学习，有目的、有计划地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，使其获得新生。报纸和新闻摘要就播送到这里了。嘿，可了不得了！一夜之间啊，爹，就一夜，这么多年的这个烟花柳巷啊，没了。这政府可以，可以。自有嫖客，就有婊子，这东西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啊？宽子，你别瞎咧咧啊！翔哥，哎，您还记得童麻子是怎么打我爸的吗？太太，这事儿宝祥一辈子都忘不了，记得真真的。那行，一会儿啊，您说，我让老爷写个状子，我们告他去。对，咱告他。这些个禽兽啊，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。我穆老哥在九泉之下总算可以闭眼了。我爸他一定会知道的。春花妹妹，我是想着咱们是不是应该找找人帮咱们疏通疏通啊。疏通什么呀？我也是瞎猜啊。你就说这个童麻子，他怎么也得有几个亲的厚的。当年的霞光院做的多大的买卖呀，他又有钱。不是翠晶，现在这政府不吃这套。姐姐，您这什么觉悟啊？这跟觉悟没关系。前两天那解放军带头喊口号，有几个老百姓敢跟着喊的？你又不是没看见，我是怕万一。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，这里头没有万一。春花太太，这状子等我爸写完了，我给您递上去。哎，您就放一百个心吧，春花太太。那童麻子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有秉惠这句话给我垫底儿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啊，秉惠。您甭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秉惠，我还真没瞧出来，你还真挺能拽的。槐树槐，槐树槐。正好你看，童麻子命众歹人殴打穆老先生。被恶狗咬伤的老人又惨遭众歹人的毒打，是这意思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爷，把这个众歹人改成众家丁。哦，好，好。什么呀？这个大少爷那屋啊？宽子，真丑！你有什么不满意，你都可以说。你把盆儿踢翻了，这大冬天的屋里本来就不暖和，这把地给弄潮，对你身子就更不好了。你现在知道对我不好了是吧？你早干嘛去了你？干嘛呢？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喊什么呀？妈，你没瞅见给我打这洗脚水，屋里乌秃的，我受不了。你就不能忍忍？你这不成心吗？你这是？妈，都怪我粗心，没伺候好少爷，我再去兑点热的。您瞅见了吧？这不赖我吧？瞎折腾什么呀你！半夜三更的，不弄得鸡飞狗跳不过瘾是怎么着？哟，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这是鸡飞蛋打了好吗？嘿，哎，你这不有热水吗？你刚才给我打那水那么凉。哎呦，你这蒸猪蹄儿呢你？那烫死我！秉惠，你把盆端起来，浇他，让他醒醒。给脸不兜着，什么玩意儿？爸妈，您瞅瞅这做小的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这个，我是严家大少爷啊，穆春花，严家三孙子教育我都成，永远轮不上你挨这儿放什么臭狗屁。春花太太，您还是回避一下吧。哎呦，姐姐，您不能这么护犊子。这大少爷他呀，他怎么了？他不就洗个脚吗？怎么了？姐姐，您是不知道。您别说了，春花太太。妈，你也别怨春花太太，都是我照顾不周。少爷他上过前线，他身上的伤到现在还没好利落，他也怪不容易。我怎么揍他都应该，他对我怎么发脾气都不宽慰。爸，您说过，要让严家的人都快乐都幸福。如今共产党来了，日子好过了。严家的人都更该高兴，更该知足啊！
别怕宽子，烫也不怕的，咱慢慢的洗啊。这都新社会了，女性都解放了。要我说啊，这秉惠伺候宽子，那就完全没必要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秉惠自愿的吗？这跟解放不解放的有什么关系啊？翠青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哎呦，行了，老严姐姐，我跟你们说吧，你们是不知道，秀妈跟我说了，那是宽子多次都想接近秉惠的身，秉惠不依他，宽子才不舒服，才这么作，这么闹的。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？就这事儿啊，那说明我们家宽子喜欢秉惠，要搁着别人，我们家宽子还不乐意呢。再说了，秉惠又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姐姐，这叫什么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这脚还没洗完呢，你。你这也忒惯着你。我这，嘿，不是爸，打人不打脸啊？你不要脸。你惯着吧你，妈，你瞅瞅他，他打我吗？哎呦，瞧瞧我，瞧瞧，哎呦喂，别，哎呦都红了，不，你疯了，疯了你，是老，哎呦火辣辣的，我看看，你也是忒作。宽子把门插上了，他不让我进去。他那儿不好意思见你，甭搭理他。这可怎么好啊？自个儿活着回来了，到了家了，反倒把自己活活饿死了，这不瞎了吗？那什么，让我去吧。宽子，开门！干妈，干妈知道你是那铁打的汉子，那再怎么着你也不能饿着肚子呀，好歹点吧两口。我气都气饱了。哟，那感情好了，这往后这家里头谁要能吃，我就照狠里头气他。这不是给你爸你妈省粮食吗？宽子，要不这么着，干妈呀。给你唱一段拉洋片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听的。唱完了，你就把门开开，成不成？在碗里边再看哦，有一层大青衣裳，那是大明。大明做了十六帝，末帝崇祯摸了太平。三年老来三年寒，米贵如珠那价儿往上边升，有钱的人家儿卖落。干妈，外头齁冷的，咱们进屋唱吧。臭小子，快吃饭。来。爸妈。您二老也甭太操心宽子的事儿了，眼下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。明花啊，是我教子无方啊，委屈你了，孩子。爸，您别见外，有您和我妈在，我心里就踏实。那我去作坊干活了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跟那孔老师说，说咱那鬼子姜啊，该出缸了啊。哎。你这腰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今儿干活抻了一下，不碍。宽子这事儿到底怎么办？咱得赶紧想办法。行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春花叫来吧，咱仨一块儿商量商量呗。哎呦，您就别叫您那春花太太了，行不行？她跟宽子又没有血亲，这在其次。就她说话那干干倔脏的，连我都不爱听，更别说宽子了。回头俩人再掐起来，伤着谁都不好。
上回咱给他相中那姑娘，都挺好。临了人说咱家孩子腿不好，这回要是再相亲，我就让他坐在椅子上，哪儿也别动。坐椅子上？嗯，哪儿也别动，看不出来。一辈子老坐着？那真行，不知道怎么稀罕好了，你这是。严宽他哪儿不好了？他不就有点踮脚吗？人家姑娘说嫌他腿不好，这就是个托词，说白了就是没瞧上。听不明白话了都。那咱就干脆给他来包办的。包办完了呢？他结完婚给你折腾，你怎么弄啊？你甭管怎么办，把真字摆头了，没有真后边全是扯淡，连蒙带骗蒙不来媳妇儿。你这么着啊？咱不从旧俗，啊，按新事的办，让他们男女见面。大大方方，该怎么着怎么着。你告诉宽子，大踏步走进来，就这么办。太太，哎，行吧，进来说话吧。哎，来，快来。太太，您瞅，姑娘来了。她叫吴桂仙儿，您看。哎，桂仙儿姑娘，快见过太太。太太好。嗯，好。好，来，坐过来说话吧。谢谢太太。熊妈，让宝祥把大少爷请来。哎，识字儿吗？我家里穷，就念过二年书，我爸妈都是睁眼瞎。哦，不爱他。太太，大少爷门口候着呢，请他进来吧，大少爷。来，大少爷。干嘛呢你？你不会好好走道啊，宽子。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你别没正形啊！我这给你介绍对象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哎，姑娘，哎呦呦呦呦，桂仙姑娘，桂仙姑娘，你说你讨厌不讨厌呀？你说上回给你介绍对象吧，你把自己装得个娘们唧唧，你这今天一瘸一拐的，你干嘛呀？装疯卖傻的，你也不看看人那姑娘长得挺好的，一掐一股水的，长得跟花骨朵似的。妈，你这种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声啊？我跟你商量什么呀？我这只是给你介绍对象，好不好的你们得自己相处，我又不是给你包办。太太，进来说话吧。太太，媒婆说了，说咱们家出了个瘸半风，还死乞白赖的要娶花枝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媒婆子没一个好东西，给他钱打发他走，让他给我滚！哎，玩意儿，你就作吧你！你快给我喝口茶。我压压惊。你说你这个作劲儿的，你到底是怎么着啊？哎呦妈，您就甭替我操心了。我是怕这宽子呀对你有偏见，这事先就没跟你商量，弄这点保媒拉纤的事儿，费多少劲呢？还花了好多钱，哎，结果还弄我一脑门子气，什么事儿？嗯，我也不是事后诸葛亮啊，依我说啊。你给宽子介绍对象这事儿啊，就难为人宽子了，他没法不凹叨。他心里头放不下的还是饼慧儿，姐姐，这叫爱情。爱情，爱情也得你情我愿，也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。现在明摆着的事儿，这饼慧心里头就爱上这大福子了，人家几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你说宽子在这瞎折腾。那你说这当老家的，他可不是就得操点心吗？得了得了得，行了，好吧，行了，行了，您赶紧坐吧，受累了。好家伙，破了您这胎气，严振声和老爷子不得把我给撕巴着吃了？嘿，这没你爷俩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怎么着啊？姐姐，我说句什么您可别不爱听啊！你还没说呢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听不爱听？行，那我就说了啊。要我说啊，严宽这臭脾气啊，就让您给惯坏的。你瞧瞧，这您不爱听了吧？您也别瞪眼，您琢磨琢磨，
这严宽啊，生在这么个阔气有钱人的家里，打小就是个要星星不给月亮的主。他现在想要回自个儿的媳妇儿，按理说这个没错吧？是啊。可是，咱谁也不能如他的愿了，不是？他这心里不舒服，就来回来去的折腾他爹妈。那你说，那应该怎么办呀？扫着他。怎么扫着他呀？打今儿起，咱前院和跨院的人全都说好了，谁也甭搭个他，让他自个儿闹去。最重要的是嘱咐好秉慧，让他不能再到东耳房去伺候宽子了。他那臭脚丫子爱洗不洗，让他臭着；他那炕爱叠不叠，让他乱着。哎呦，那你这招是不是也太毒了点儿？我看这招行。不是你儿子呀，那个。姐姐，您听我说。这福子跟我说了，他看过严宽的手，那手上全是老茧子。他是当过兵的人，拿过枪，而且还是个老兵。这当兵的人啊，有讲卫生的习惯，他不会就这么臭着自个儿的。饿着不吃饭，那他是在耍赖做戏呢。等他饿得撑不住了，他那戏就得收场。姐姐，您要是心疼儿子，就得先绷住了您自个儿。要不然您就上了他的套了。您忍得住呢，就答应了；您要忍不住啊，自当我没说。那我就忍忍试试。汤来了，哎，辛苦翔哥。姐姐，来吃饭。打昨儿中午到今儿个，水米没打牙，真是这饭是刚，一顿不吃饿的慌，给他饿坏了。九十九拜都拜了，不差这一哆嗦，您甭管，吃您的。老严，这事儿来，爹。哎，妈，爹，爸，是是。哎呦，干妈跟宝祥也都在呢。嗯，真好吃。嗯，多吃点。冲二太太。哎，大少爷，怎么个意思啊您？我吧。哟，累了。得，正好，你妈那炕上还热着呢，进去躺会儿，歇会儿去。我不累。不累啊？我知道了。听说啊，那些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您都看不上。正好您不累，就去胡同里啊走走柳，遛个弯儿，说不定您出门就遇上您心仪的姑娘了。去吧。我又不累又不困，怎么着？昨晚上哪去了？钟二太太，咱怎么说也是亲戚里道的，您能不能别拿我打岔呀？我饿了，我想吃口东西。成吗？您还笑，您这也太不厚道了，您这。宝祥，哎，赶紧把给大少爷预备的吃的拿上来吧。哎，得，这就来了。大少爷，坐下，您坐下。宽子，春花太太呀，早就让我们给你预备出来了，赶紧吃吧。啊，这碗肉啊，是特意给您准备的。说我不厚道的大少爷，您可是第一个人儿。甭杵那儿了，坐下吃吧，麻利的。早知道你有这么一出，我就知道是您掏的坏。但是出于礼貌，谢谢您了。得了，一家人甭客气，甭管谁掏的坏，只要得了您这句谢，我就知足了。吃饭。
为了让严宽踏踏实实的吃口饭，这春花啊是没少操心呐。这叫正人用邪法，邪法也正。拉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你慢点吃，狼吞虎咽的，那噎着。饿，让人笑话。姐姐，人饿了就这样，甭管穷的富的，吃起来都这德行。哎，哎，春花爷，怎么春花？肚子，姐姐。我可能要生了，啊，这是一到预产期的。别讲孩子，上去吧，行。我不许讲价啊，多少钱都给。你瞧我这腰劲儿还不在吃劲，来，咱俩抬着他。来来来来，都起开。哎，快点，行吧。哎呦，刮你的脸儿！哎呦，好，您愣着呀，尿脸儿啊！哎哎哎，快点快点，尿脸儿！哎呦呦呦，小心小心。忍着点啊，您慢点。哎，小心地滑！慢点，别疼了，别疼了，没那么着急，快，我看着，疼，三床木春花，给孩子喂奶去。哎，儿子啊，来。哎呦，好了，这婴儿呀，还是饿着点比较好，别给喂得太饱了。哎，知道了，谢谢啊，肖大姐。宝贝啊，那我们吃得香就齐活啦。哎呦，好了。姐姐。哎。大姐好，快坐快坐，来吧。春花，春花太太，哎，你说你大个肚子，怎么不在家待着呀？还往医院跑什么呀？嗨，没事儿，我这不是正好跟着老爷太太出来溜达溜达，透口气儿吗？您瞧，这是太太特意嘱咐我给您买的时令水果罐，给您放那儿。哎，谢谢姐姐。谢什么谢呀？还得谢你的，你别谢我们胳膊腿就行了，都得了你的记了。哎，儿子呢？刚喂完奶，抱回去了。不过大夫说啊，他身体还是有点弱，得在那个育儿箱里再待一段时间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你还说的，这一听说要来呀，呵，把老头给急的呀！好家伙，咱爹想孙子那就叫想疯了。我跟你说吧，非要跟着来，我就跟人说，我这育儿室啊，人不让随便瞎进。好家伙，死活说不行啊！这是你翠青姐，好劝歹劝，这算留家里了。这大冷天的，别让老爷子出来了。是，你就跟咱爸说，过不了半拉月，我就带着他大孙子回家看他去。得嘞，您辛苦。哎，别谢呢。在家怎么样啊？你还说呢？严谢这孩子昨儿突然张嘴叫爸爸了，真的呀？你啊，人家家孩子还都是说上来先叫妈，是吧？是的，哪有先叫爹的呀？他张嘴叫爸爸，这都看见了。你看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缘分，这个。那可不是嘛，说不定是上辈子你欠他的，这辈子他来讨债来了。这不，他可不是先叫爸爸吗？行，什么上辈子下辈子，都是我儿子，对不对？甭信他。嗨，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叫你爸爸，不管别人叫爸爸呢？嘿，翠青，你这开玩笑得有尺寸，这怎么没把门儿了？这一高兴，老爷，这太太平时不就喜欢打哈哈逗闷子吗？啊，这不正所谓不说不笑不乐呵，是不是啊？姐姐就是爱开玩笑。哎，对了，春花姐，哎，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就在昨儿个啊，天坛里边那大空场上，童麻子和他老婆被宣布死刑了，当着上万人的面，就这俩货。还有那些罪大恶极的，什么啊老板呀、老鸨啊、领事什么的，全被就地正法了。真的呀？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全让解放军崩了个屁。这些杀千刀的都是罪有应得，崩他们一百回都不嫌多的。是，人民政府为人民嘛，这些肮脏腐朽的东西就是要彻底铲除。是，您是不知道，这春花跟童麻子呀，这算是有世仇。嗯。这些我都知道了，你们家的事情呀，穆春花同志都告诉过我了。哦，哎，春花太太，看看我这都快忘了。
您快看看吧，是这本书吧？那苏联小说《铁流》。谢谢老凤。哎，夏大姐，您快帮我瞅瞅，是不是这本？我看看。是，就是这本小说。穆春花同志，新中国了，我们必须要抛弃旧观念，用新的目光去了解事物，看待社会。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接受新思想、新的文化观念开始。嗯，肖大姐特别好，每天指导我看书。哎，好好跟人学，好好跟人学。应该的。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哎呀，唱的真是好听呀，穆春花同志，你这好嗓子可是天生的呀。哎呦，肖大姐您快别夸我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实事求是嘛，我是实话实说嘛，好就是好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二战时期呢，这首爱情歌曲在苏联人民中间广为流传，因为它不仅仅表达了爱情，最重要的是它鼓舞了前线的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，奋勇杀敌。所以你在这两句的表达上一定要加强。我唱两句啊，可能表达的不一定准确。他在歌唱心爱的人儿，他还藏着爱人的书信。好，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你心里一定要有爱情，要有爱人的那种概念，这样呢，你唱出来的歌才能感人，才能够打动人心，你懂吗？懂是懂，看，怎么就觉着有点酸不溜秋的？哎。这是一首革命的爱情歌曲，它怎么能是酸呢？它是充满了激情的。哎呦，我都是俩孩子的妈了，还说什么激情的爱情？那我也是孩子的妈妈呀。这是我们对美好情感的一种表达。你从头再给我唱一遍。行。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，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比刚才真的好很多呀，真的。哎呦，老丁啊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哟，肖主任，哎呀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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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哎呀，这真是个好苗子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样，我不久前呢转业到市文化局了，眼下呢正准备筹备建设一个地方歌舞团。他们说这家医院有个护士能歌善舞的，我寻思我过来看一看，就感染。哎，这位同志是？他叫穆春花，是我的病友。哎呦，这位同志，您歌唱的可真是不错呀！他有嗓子。是，我听出来，听出来了。我那都唱着玩的。肖大姐她是我的老师，她唱的才好呢。严师出高徒啊！哎，这位同志你是不知道啊，肖主任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我们队里的唯一骨干。哎呀，我现在老了，还什么骨干不骨干的？哎，哪儿啊？春花，我们去那散散步吧。好。老丁，老丁，哎，回见啊！哎，好，回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穆春花同志啊，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实行一夫一妻制了。那我也是我们老严正儿八经明媒正娶的呀！啊，我们俩感情好着呢。是，老严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虽然说你们是明媒正娶的。但是你们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封建落后的风俗基础上的，是一种畸形的婚姻关系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穆春花同志啊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。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哎呀，爷爷抱着高兴了。看看这大鱼，看看大鱼，看看多好！妈妈在这儿呢，给爷爷抱会儿嘛。来来来来来来。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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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小事儿堆成日子，十有八九都不简单。谁无事操碎了心，跑断腿儿，尝遍人生冷暖。还熬到日寒暮丧，只怕人生人如指掌，粉身碎骨才能压住勇，只怕人生人如指掌，拔高兴劲儿才能开出。